报上人，谢谢。好久不见，家人们。对，昨天没有直播，昨天去忙了，然后今天才回来。谢谢点赞，谢谢。昨天二妹直播了没有，家人们？二妹直播了吗？昨天？谢谢点赞。谢谢夸奖，谢谢。没有吗？直播了是吧？谢谢点赞，谢谢。二妹是个好姑娘，家人们，是人品好，人品好，然后呢，心底善良，所以我决定要，对吧？如果需要我帮助的话，我绝对会帮她的，知道吧？因为，确实之前他那个工作也是因为我才工作才丢掉的，然后呢现在他一个农村姑娘也没有什么那种，如果真的需要我帮助的情况下，我也会全力以赴的帮他，但是确实他家里面的事情，因为家里面也要干活嘛，然后他走不开，但是他过段时间忙完了，如果愿意来我公司上班的话，我也会帮助他的，家人们。对，那个黄毛那天他应该说话算数吧，应该不会去，不会去跟那个不会去影响二妹了吧？二妹温柔，对，温柔，谢谢点赞，谢谢。女孩子嘛，温柔一点好嘛，对吧，家人们？谢谢关注，谢谢点赞，谢谢。这几天有点忙，家人们，希望大家理解一下，所以没有来得及给大家更新视频，然后呢也没有来得及给大家直播。谢谢加入粉丝团，谢谢。直播间1600人，马上2000人了，咱们打一波上人好吧？连二妹是吧？二妹她没有直播吧？谢谢四楼的小星星。对。没直播，感谢点赞，谢谢。这公司，对公司，是一个新的一个公司，就相当于就是，之前合作过，然后呢，就是现在就相当于是被我爸也支持我，知道吧？主要是我爸支持我。所以呢就把它收购了，收购了，就这种收购了，现在我们在做啊，对，收购了，然后我们在做这个，所以就比如说需要我帮助的人也是问题不大，家人们，谢谢夸奖，谢谢。欢迎来到直播间，家人们，咱们打一波上人，打一波上人，晚上好，家人们，谢谢点赞，谢谢。谢谢。我有点感冒了，家人们，感冒了，可能这几天到处跑的原因吧，有点感冒了。好帅，没有，我是不是到城里来了？就是不是要看起来要精神一点，要年轻一点了，是吧？谢谢点赞。二妹今天发视频了吗？太帅了，谢谢。今天发视频了吗？她二妹人挺好的，就是她没有那么多吸金，知道吧，家人们？没有那么多吸金。因为我看人很准的，一般我不会看错人的。
二妹她怎么说呢？确实没有吸睛，然后呢比较单纯，嗯，但是也是她年纪小的原因吧，没有经历过那么多风风雨雨。对，二妹没有吸睛。他没有那么多袭击，然后比较单纯的。对，都是楼吹走出来的嘛，都是楼吹走出来的孩子啊，其实都一样的，知道吧？都是楼吹走出来的。这是怎么说呢？谢谢加入粉丝团，谢谢。阿毛说不找二妹了是吧？那就好，那就好，不找二妹了就好。我就是怕他老是打扰二妹，这样子不好，知道吧，家人？谢谢点赞，谢谢。连二妹她没有直播呀，家人们，她没有直播，我怎么连啊？她也没有在我直播间，对吧？感谢所有的小心心，谢谢。欢迎来到直播间，直播间1900人，马上2000人，咱们把赞赞点一下，好吧？该尾注一下数据，赞赞点一下，然后加入一下粉丝团，谢谢。对，加入一下粉丝团。谢谢点赞，谢谢。感谢点赞，感谢点赞。就怎么说呢，我需要我阿伟帮助的人我绝对会去帮助的，但是不需要我帮助的人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说实话啊，哦，对不对？比如不需要我帮助的人我还要自造多情的去帮助的话，就别人觉得我怎么怎么样，知道吧？我不希望就是好戏不得好报，就相当于你做了你自己以为做了一件好事儿，但是变成一件坏事儿，真的这样子的话就没有意思，知道吧？所以二妹的话是一样的，对，她如果就是需要我帮助的话我都会全力以赴的帮助，对吧？不需要我帮助的话我也不会自作多情，知道吧？我对任何人都是这样子的，对，因为我们要善良，对吧？但是呢也要有个度，也要看情况，对吧？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觉得我说的对的扣个一，家人们，谢谢点赞，谢谢。确实前段时间呢我爸挺辛苦的，因为我跑到大连上去了，然后呢我爸这边就这个现在西收购的这个公司啊，基本上他去操作很多事情呢，他去那个啥，所以呢挺辛苦的。这几天我回来了嘛，我就忙一下让他休息一下，对吧？因为有些业务是确实是需要去谈，需要去忙的。谢谢点赞，谢谢，感谢感谢，家人们感谢。咱们把赞赞点一下，好吧？赞赞点一下，谢谢。对，没有关注阿伟的，给阿伟点个关注，谢谢。吴总回来了吧？回来了，但是还没有到这边啊，还没有到这边，应该今天晚上晚一点到吧，或者明天到吧，这样子。谢谢收了棒棒糖，谢谢。到了的话就到时候我这边公司这边吴总也会就是到时候也把他拉进来一起搞，对，因为我
一个人搞的话也压力太大了，知道吧？谢谢点赞，谢谢，感谢苏乐的小心心。二妹昨天直播给你报年，二妹昨天直播给我报年麦了吗？家人们，声音有点小是吧？现在可以了吗？他给我半年麦说了些什么呀？我没有看到啊，因为我昨天有点忙啊，然后没有看到。年了是吧？他们聊了些什么呀？你爸喜欢二妹是吧？那就好，那就好。二妹这个人啊，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爆胎那种啊，因为啊，喜欢他的人多，这个很正常。因为她是一个清纯的姑娘，啊，就是我相信她有些时候有些粉丝不喜欢她，但是她也做不到十全十美，对吧？如果粉丝全部都喜欢她的话，那还得了嘛，对不对？她有说话有点直，有时候。不够那个什么，但是呢，至少他没有心机，没有坏心眼，至少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对吧？有时候说错了话，对吧？说错话或者怎么样，这个大家相互理解嘛，对吧？你看阿伟有时候都会说错话，对吧？有时候，咱们相互理解，好吧？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咱们没有给我点关注的，给我点关注，谢谢。对，给主播点个关注，谢谢。没有啊，没有这些回事啊。我爸可能他可能想做一些好啊，就是说能，我爸心底很善良的，因为你们粉丝们。你们粉丝们一直在带节奏，让我爸去这么去做，怎么怎么样？所以呢，我爸他也想呢，对吧？既然粉丝们都这么介意，他也想呢，就是去做一下那种。但是有些东西，他这么去做，别人认不认可，或者就是喜不喜，想不想让他这么去做，是一回事儿，知道吧？所以呢，我说过啊。不管是谁需要我帮助提出来我都会去帮助，但不需要我帮助我也不会制造东西，知道吧？我也有忙不完的我的事情，对吧？不可能我做些制造东西的事情，知道吧？谢谢点赞，谢谢。你们觉得二妹是不是一个好姑娘？是的话扣个一，我看一下，家人们。对，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有些适合做老婆，有些适合做妹妹，有些适合做员工，知道吧？我觉得女孩子这个东西，这个世界上好的女孩子太多了。但是他每个人都不一样，知道吧？有些适合做老婆，有些适合做妹妹，有些适合认这个做员工什么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老婆只能有一个，对吧？人这一辈子老婆只能娶一个，所以我们觉得好的这个人适不适合做老婆，这个东西里还要需要去考虑，知道吧？需要去参考，对吧？但是这个人既然在我世界上出现，在我世界上出现，那么肯定是上天安排的，有缘分的。但是缘分有很多种，缘分只不一定跟我认识，觉得这个姑娘好，就不一定是适合做老婆的。有些呢就适合做妹妹的也有，有些适合做员工的也有。
知道吧？有些适合做老婆的有，但是老婆只能有一个，知道吧？老婆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人还是不好找，家人们。对，二妹，我怀疑她嘛。现在如果她要，现在这个情况我也理解她，因为她家里面那种，知道吧？她家里面现在需要干活，怎么样？所以她忙完了来我公司上班，我依然的支持她，知道吧？依然的支持她。喜欢有很多种，家人们，喜欢一个人，有些时候喜欢他人品好，有些时候喜欢他的善良，怎么样，对吧？就像有些粉丝喜欢我，但是不是说那种男女朋友的喜欢，对不对？而是那种，就是觉得阿伟这个人真诚善良，对吧？心好，单纯，对吧？就这种意思一样的。对啊，我都说了，对吧？比如说二妹出现在我的世界里面，她是上天安排过来，认识我的。那么我不敢说他要能和我做成男女朋友或者老公老婆，对吧？但是呢，他肯定是适合一个，就是适合一个当一样的。就比如说，不是适合当老婆，就是适合当妹妹；不是适合当妹妹，就是适合当员工。肯定是炸了起周一样事情，知道吧？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身边认识的每一个人，知道吧？所以呢，以后适合什么样的，咱们就看缘分，咱们就，对吧？慢慢磨合，慢慢看。对，谢谢点赞，谢谢。对吧？万一他跟我之间不适合做男女朋友或者两口子，适合做员工呢，对不对？或者万一他适合做我一个妹妹呢，对吧？认的妹妹呢，这个东西都不好说的，知道吧？每个人他适合的东西不一样，对吧？比如不适合当老婆的一个人，你非要拿来当老婆，那肯定将来不会幸福，都会很累的，知道吧？对，不适合当员工的，你非要拉来当你的员工，对吧？那他这个每个人的出色都不一样的。我这样说是正儿八经的，就是说真诚的话，不是虚情假意的话，对吧？我不敢说我跟谁是怎么样。毕竟还没有开始，还没有一个，就是还没有一个地位的情况下，那这些东西大家都收不到的，是吧？没有白费之白的。对，没有白费之白的，知道吧？这个缘分谁都看不到，谁都看不到未来啊，对吧？我们都看不到未来，未来会怎么样我们都看不到，活在当下，对吧？太欢喜了是什么意思呀？太花心是什么意思？那我说的是实话嘛，对吧？我说的是实话嘛，我喜欢说实话，对吧？不一定是跟我认识的女孩就不一定要非要
做老公老婆或者做男女朋友，对吧？有些适合做妹妹，有些适合做姐姐，对不对？有些适合做朋友，对吧？那之前你们也知道，我认识的那些女的，我跟谁都没有走到一起，那就是没有缘分嘛。所以有些成了妹妹，有些成了姐姐，有些成了朋友，都是这样子过来的。到现在的话，我个人觉得我还是把丑话说在前面，我也不敢说百分之百我要跟谁在一起，这个东西不是我说了算，这都是命中注定的，这都是上天安排的，知道吧？我只能说顺其自然，跟着感觉走，是我的永远都是我的，不是我的就不是我。感情我很专一，老家人们，如果感情我不专一的话，曾经那个丁丁送了一个跑车给我，然后来追求我，我就答应他了，知道吧？就因为我对感情专一，所以呢我没有选择一试的冲动。对，这个感情是不能冲动的，要喜欢，要爱，要两个人之间要相互爱，对吧？爱了都还要看一些，就是你们两个到底适不适合，这些东西要看。你光爱他有什么用吗？如果你们两个不适合的话，未来也不会幸福的，知道吧，家人们？所以我不是针对谁，我说这些话呢，不是针对谁，我是说一些公道的话，知道吧？喜欢这个东西，这个世界上喜欢的东西太多了，知道吧？我们喜欢车，喜欢房，而且喜欢善良的人，喜欢更好的人，这都是喜欢，都是一种。啊，男女朋友喜欢的也有，对吧？但是你要真正的走到爱，或者真正的走到这个在一起过日子的话，这还是你要就是看各方。